他是一位孝顺成熟的事业男，再婚想找一位温柔女。温柔、贤惠、孝敬，是我起码的一种对对方的要求。她是一位智慧温柔的美女老师，爱情只选上进的事业男。人品一定要好，事业上有上进心。她有着一路艰辛的成熟之路。我从小生活在一个偏僻的山区，家里面特别穷。她有着不愿妥协的相亲要求。非要住在一起的话，我是不同意的。有几个摊主吗？三个摊主，三个摊主都喊起来。不是对黄石岗一点不出我的慌。对方提出来说，我必须要你跟我的父母住在一起。在最迫不及待的年纪相遇事业有成的他，心里的感觉应该会是他吧？感觉还不错。凡人有喜之董事长相亲温柔女教师，稍后为您精彩呈现。欢迎大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电都市传媒，大家只要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呢，就可以来报名参加我们的节目了。同时呢，我们还会定期在平台上呢发布优质的会员资料和节目公告，所以大家赶紧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吧。广电都市传媒祝您早结良缘。国跨界整合营销第一人，我从小生活在一个偏僻的山区，家里面特别穷，穷则思变，也许伴随着我走到今天。我要去创业，要挣钱，要改变家族的命运。有5000万以上的这样一个桥墩的流水，粉丝量达到上10万这样一个规模。帅，责任，跳跃，勤奋，亲切，很机智。他是一个有故事的男人，而且我也觉得他能够吃苦耐劳，非常有上进心。爱情靠争取，为爱不放弃。大家好，欢迎收看凡人有喜，我是张征啊。节目一开始呢，先要感谢香港首饰福珠宝为我们的男女嘉宾提供的珠宝代金券各一张啊。同时呢，要感谢奶牛梦工厂为我们的节目组提供的奖品赞助啊。凡是参加我们节目的男女嘉宾呢，都将会获得奶牛梦工厂提供的牛奶一提。好了啊，今天呢又是一个下雨的天气，这个天气呢很凉快很舒服啊，不过对于我们拍片来讲呢就有点尴尬了啊，因为呢得打着伞啊，这个时候拿着话筒，那么女嘉宾在哪里呢？啊，在这样的一个下雨天啊，女嘉宾在一把大伞下啊，正吃着盒饭啊，吃着盒饭，吃着盒饭。来打个招呼，你好。本期交友女嘉宾蒋蕊彤，29岁，身高1.66米，职业教育培训，学历本科，婚姻状况未婚。嗨，大家好，我叫蒋瑞彤，今年29岁，现在从事的职业是教育培训。我平时的兴趣爱好的话，就是喜欢跟朋友一起逛下街呀，还有就是在家里面看电视。平时如果假期有时间的话，就去旅游。我的择偶要求啊，对另一半的要求就是，第一人品要好，第二的话哈，对在事业上面，要有上进心。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凡人有喜，我是情感观察员肥桃。我们的女嘉宾看上去很温柔，长相很漂亮，而且身材也蛮棒的，这样的一位女嘉宾，不知道我们的编导会安排怎样的男嘉宾跟她相亲呢？我非常的期待。外面下着大雨啊，我们还是在这把大伞下面哈，来先认识一下我们的女嘉宾啊。彤彤，今天下着雨，我们专门把你叫到这个地方来，你知道为什么吗？不知道。不知道哈、啊啊？这旁边是一个什么地方的，你知道吗？看起来好像是一个酒店吧。酒店哈、啊，今天我们把彤彤带到这个酒店旁边来，是因为
我们今天要介绍给彤彤的男嘉宾啊，厉害啊，他就是这一栋酒店的总经理，这一栋楼哇，听说都是他的。听到这个地方信息的话，彤彤怎么想？嗯，应该特别有能力吧？而且会特别忙是吧？对对对。因为现在外面下着雨，就然后降温了也比较冷，所以呢，我们男嘉宾也很贴心啊，在上面呢已经泡好了茶啊，在办公室里面已经安排好了，准备好了，然后呢迎接彤彤的到来。谢谢。彤彤笑得好开心。那待会儿我们就一起去见一下我们男嘉宾。好的。好不好？我们亲自拜访他。好，走。谢谢。哎呦，女嘉宾，你看出了男嘉宾的意图吗？他已经在晒他的泡菜坛子了。你知道什么叫晒泡菜坛子吗？就是在解放前的时候，如果我们要跟一个人相亲，要到他家里去数他们家的泡菜坛子。坛子越多呢，表示他家底儿越厚，你过去嫁过去呢就不会吃苦。看样子我们的男嘉宾希望你看到他的泡菜坛子，了解一下他的家底儿哦。哎，前台我们去问一下。哎，你好。豪华套房48000，两位，啊，真登记了？没有，我们来问一下，谭总是不是在这里？啊，对，这边上4楼刚。哦，这边4楼哈，啊，哦，好，需要身份证登记吗？哦，好，吓了他一跳啊，来了一男一女，豪华几套房间480000。今天的见面，天空虽然不作美的下起了雨，但是恰巧男嘉宾也颇有心思的安排在自己的公司见面。如此看来，这是一位十足的事业男士，也符合女嘉宾对另一半事业男的标准。这个照片上面这么多人，公司的团队，应该是。哎，那就是说明男嘉宾就是其中的一个了，有可能。你觉得哪一个好一点呢？这个怎么样？不喜欢没有头发的。不喜欢没头发的啊。好，那头发最多的应该是这个，戴个眼镜的。对。办公室门开着的吗？来敲一下，问一下。不好意思啊，你好。问一下谭总在哪个房间呢？隔壁房间可以看一下吗？我在哪边？你好，请问一下谭总在吗？谭总啊，谭总好像，你看一下在那边没有？办公室里面有没有？谭总是哪位？你找哪个谭总来？有几个谭总？三个谭总都喊起来。相亲见面冒出三个谭总，让我们来看看三个谭总庐山真面目，给女嘉宾出道难题吧。近视眼。近视眼，我摸眼镜给你啊，多少度啊？戴上。应该是戴眼镜的那一位吧。因为我觉得那个穿蓝色的衣服看起来更清爽一些，反正我猜的。那个戴眼镜的谭总，你好。好。小孩今年几岁了？8岁了，小孩今年都8岁了，哎呀，那看来就不是他了。哎呀，那剩下两个谭总，还有没有兴趣猜一下？我就认定，我就觉得哈，应该就是他。你不能光捡着这个帅的人来挑啊！哎，我们过去。哎呀，我们今天来找一位姓谭的男嘉宾，他让我们专程到他的办公室来。结果呢，一下子来了3位都是姓谭的。哎，我想先确定一下，3位是不是都是姓谭？都姓谭，就是只相差个字。哦，那我们给他们这个编个号吧，好不好？可以。来报数，从这边开始报。1号、2号、3号。好，谭1、谭2和谭3，这到底哪一个才是我们今天要见的男嘉宾呢？彤彤，你觉得呢？我猜是第二位。中间这位啊？为什么呢？看起来精气神各方面三位谭总是不是都是婚姻状况是怎么样？都没有结婚吧？你结婚了？结婚了啊！你靠边排除了啊！这位谭总，中间这位呢？我是离异的。哦，那也有可能再来寻找爱情哈。那现在有女朋友吗？没得。没有。好，那真有可能是他。旁边这位穿黑色衣服的谭一呢？谭一号。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是选择这个2号呢，不选我1号呢？为什么呢？现在我透个秘密，因为我是结婚了。恭喜，那就猜对了哈。就是旁边那两个，当时是我堂兄，两个兄弟，一起长大的。他一眼把我认出来，但从我内心讲还是很甜滋滋的。也许这就是演员，蒋小姐第一眼就猜中了男嘉宾。看来这次相亲见面既顺利
又让人心情愉悦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很高兴在这样一个时机能够见到我们的美女帅哥。本期交友男嘉宾谭修刚，38岁，身高1.70米，职业酒店总经理以及互联网公司董事长，学历本科，婚姻状况离异。大家好，我是万州人，名叫谭修刚，今年38岁，目前正经营一家互联网外卖平台。中国跨界整合营销第一人。我从小生活在一个偏僻的山区，家里面特别穷，穷则思变，也许伴随着我走到今天。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村娃儿，其实我个人的性格，我很清楚地认识到我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有一小点点大男子主义，但是在生活上呢，也有一些浪漫。我的另一半呢，我希望是一个未婚青年，年纪呢，我希望在25岁到35岁这个之间，温柔、贤惠、顾家、孝敬、大气，是我起码的一种对对方的要求。看样子我们的男嘉宾是一枚凤凰男啊，要不是你是一个霸道总裁，相信你这样的择偶要求可能会被很多人所唾弃吧。好在还是比较质朴，首先是能够坦诚地说出自己的家庭条件和自己的奋斗之路。另外有一点我很赞赏，就是你说的那一句话，知道自己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这是很多人穷极一生也没有明白的一个真理。希望接下来你有更好的表现。三个人里面为什么彤彤咬定就会是旁边这位穿着蓝色衣服的谭总？原因是什么？感觉吧。但会不会是因为在哪儿见过，会不会觉得有点眼熟呢？没有。你们之前有没有见过？因为茫茫人海嘛，但凡是大家有缘分都可能会擦肩而过。谭总刚刚有这种可能是吧？虽然我们是第一次见，但是说不定在什么地方我们曾经见过呢，谭总见过彤彤没有？应该有过印象，好像是我送盒饭的时候，送快餐的时候。男嘉宾何出此言？让我们回过头去看看，事情原来是这样子的。美女在哪儿呢？我送外卖的。等久了，啊，快吃。那个是对饭是干的，都不吃我的饭。说送过来，说老实话，我真还没有看清楚，因为他两个坐在那儿的，我又紧紧忙忙的在拿饭，也一直等那么久到我送起过来。当然我把眼镜取了过后确实看不得清楚，很模糊，但是那两个我估计哈，应该是当时肯定是乖的那个嘛哈，应该是靠右边那个。哎对，走了哈。好，今天的鱼可谓是天公作美，刚好饿着肚子而来的蒋小姐在与工作人员吃外卖时，谭先生便有了这次首轮近距离接触她的机会。可惜呀，为了装扮上的反差，谭先生没戴眼镜，愣是没敢仔细看女嘉宾呢。我隐约地感觉到好像她笑了一下，但是心里的感觉应该会是她吧，但是我都没有会进一步地去专门来看他会怎么样，所以后面我就背起包包就走了。我觉得这种方式的话，他应该还是我把他理解为好吧，因为我觉得他可能心情也比较激动，也很想
尽快的看到我，我是那个想的。有印象吗？送盒饭过来的那个小哥，穿个雨衣，背个外卖锅的香香。哦，没注意。真没注意哈。可能当时是因为不会去注意外在那个外界的一些环境，嗯，完全是没注意。而且他还说了很多话，嗯，刚才说是他，完全不敢相信。看来有些时候要多注意身边的人和事。感觉怎么样？味道挺好的。啊，是因为谭总在这儿才这样说话啊，吃人嘴软。对，我觉得说是身高，我觉得还是我心目当中所想要的高度。第一印象啊，感觉还不错，但是还没有深入了解。嗯，但有个问题就是看起来身高不是很高。刚刚在门口看到那个有一个穿蓝色衣服的，就是我们今天带过来的那个女嘉宾。您自己觉得她跟咱们外卖哥这个，如果做外卖嫂的话，你觉得这个形象大不大？感觉对不对？我觉得形象还可以。我希望外卖嫂呢能够就是比较矜持一点，然后能够在生活上能够帮助外卖哥。一定要漂亮，漂亮，爱家，爱。个人生活要上得厅堂下得厨房，至少是年轻漂亮，然后皮肤要白一点儿。我自我介绍好嘛，我姓谭，叫谭修刚。所以现在因为在做这样一个互联网平台，所以大家都叫我外卖哥。一个是搞了一个酒店，就是这个酒店也是我做的。其实我是对事业是一个充满激情的一个人，而且事业对我来讲尤为重要。要求啊，对另一半的要求就是在事业上面，要有上进心。我的过去是那个山沟沟头，也是我们那个老地方，地名都叫山沟一头，都不是在沟外头，是沟一头。所以可以想象那个地方要进城赶场，可以说就是几个小时。所以在这样一种环境下走出来，很不容易。掉在水里，你不会淹死。待在水里你才会淹死，你只有游，不停地往前游。那些从一开始就选择放弃的人，他不会失败，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失败了。失败并不可怕，害怕失败才真正可怕。在我创业的初级阶段，其实源于我小时候吃鸡蛋遭妈妈挨打的这样一个过程，从而谋生了我要去创业，要挣钱，要改变家族的命运。穷让我太害怕，所以一直想努力来创造一种事业，创造一种机会，改变家庭，改变身边的亲戚朋友。因为今天环人游戏这个栏目说能够有效地把大家组织在一起，至少是个缘分。当然如果说彼此感觉好，有进一步的交流，其实这也是期待的。因为我是抱着真诚的心态来对待这件事情，结果不重要，我希望过程彼此真诚都好了。那个说，比如说，相当于就是享受过程，不在乎结果，对吧？我只希望能够快乐的生活一天，工作一天，相处一天。好，我觉得过程比结果更重要。我是过程和结果我都很重视。或许很多人都觉得，哎，我这个年龄该是结婚有家庭了哈。或许我。更注重结果就是啥子？我既然要决定跟对方在一起，那么我就希望一直能够走下去，在婚姻当中互相能够理解包容，而不是说一方付出很多，另一方没得回应这种，一个快30岁的女人，她要的并不是外表，并不是花言巧语的浪漫。他不愿意将就，就是在等待一个合适的人。男人强调的过程，女人强调的结果。其实我想给女嘉宾一个小小的建议，女孩子不用太刻意的去强调结果，也不要把结果挂在嘴上，因为这样会显得你有点恨嫁之心。因为我们要知道，所有的结果都是以过程为导向的，那么如果过程很好，结果自然就会很好。比如说对家里面，就像父母亲住在一起那种介意不？说实话哈，我比较介意。因为对于这一点的话，我觉得孝敬父母和住到一起，我觉得应该哈是可以分开来说的。哪怕如果有条件的话，
比如说上下楼啊，或者是说挨得比较近啊，天天也可以看到。其实我觉得以我那个环境长大，长期跟父母在一起，说实在的，从农村一步一步把我盘出来，后头到工作，其实我操了很多的心，所以说我现在不能如何，我也想把他们要放到我身边。因为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他们的年龄结构已经不小了，说你的时间希望能够好好的珍惜的每时每刻。我们家呀就是两姊妹，都我一个跟随生活在一起，父母亲呢都是从小在农村这样子出来，他必须跟着我，而且也必须要住在一起。有句话说的，家有老嘛，也算是有个宝，同时也为我做很多事情。我觉得这样天天看在一起，陪伴他们身边，其实也是一种幸福。男嘉宾要与父母同住的想法，我不得不说真的很可怕。你所谓的家有一宝，那是你的宝，不是你妻子或者是女嘉宾的宝，你能明白这个观念吗？农村父母与城里媳妇儿的相处有多少矛盾，我相信很多的电视剧和书本当中已经说得非常的明白了，可是你还是固执己见，那说明你要求的女孩子对自我的牺牲应该很大，她要侍奉你，要侍奉公婆。我不得不说，男嘉宾你信奉的还是农业社会的那一套，需要家族群居，也需要跟父母同住啊。这么讲吧，我觉得一般的城市女孩是很难接受这种观念的。是否与父母同住这一问题，其实也是社会新闻话题热点。我们来看看他们是怎么说的呢？这个趁着父母呢都还健在的时候，多多的陪陪他们，多多孝敬他们。生活当中呢，我也帮不上父母什么家务活啊，他们都基本上都做了。我白天上班呢，也是没有什么时间。父母住在一起才算是孝顺吗？沟您听说过吧？听说过。两代人在一起啊，别说这个跟婆婆公公一起住，就是跟父母其实都没法在一起朝夕相处。这个作息时间不一样，年轻人呢爱晚睡晚起，老年人爱早睡早起，一天两天大家都能互相妥协，但是当这个妥协的成本远远高于你忍耐的极限的时候，对于大家来说都是一场加引号的灾难呢。小孩子如果能在这样一个家庭里成长的话，他可以看到自己的父母怎么样去孝顺自己的爷爷奶奶。媳妇儿往往不愿意和公公婆婆住一块儿，可是这个丈夫呢又表示和爸妈住一块儿好处非常的多。那另外你比如说对未来，比如说因为我是做生意的，那么做生意它都是有风险，对吧？对金钱这一块呢，有可能在某个时间节点上非常紧张，甚至于欠债，甚至于很多很多，是吧？但也有可能起来都像股票一样，今天那颗钱的股票值不值得买，怎么买，都取决于你的判断和把握。沟通的过程当中哈，他更多的是或许是当领导的原因吧，更多的是他是就是说更多的时候是他在说。当然哈，我也是喜欢倾听的一个人，但我觉得还是应该顾及到我的一些感受。男人白天是吧，面对的是方方面面的竞争，商业上的东西太浓了，其实回到家里面有时候真需要一种温暖。说回到家呀，有时候很累了，希望能够吃到我想吃的，喝到想喝的，是吧？可能这块可能作为老婆来讲也需要有一些付出。我觉得我们之间存在一种就是说经常大家说的一种代沟问题吧。因为在这个问题的过程当中哈，很少涉及到比如说我个人的一些爱好啊哈，还有就是平时一些生活当中啊，没有从这方面来一个了解。其他可能也是因为他有过一段婚姻哈，问的一些问题都比较实际，我觉得这个也可以理解的。这一轮的聊天，我们很明显的看出女嘉宾显得有些被动，主持人也赶紧分别和男女嘉宾私下聊聊。其他方面呢，我觉得没啥子，可能主要的问题存在就是，跟父母住一起的这个问题。他因为第一次他都谈到他不愿意跟父母亲住在一起，比较介意这个想法的话，即使勉强他答应我可以住一起，那也不是他内心骨子里面
相互和睦在一起的那种想法。所以我觉得这些观念呢，应该说是，应该是从骨子里面散发出来的一种想法，再有骨子里面的一种行动，才会产生不同的结果。我觉得孝敬父母和住到一起，我觉得应该哈是可以分开来说的。这一点是你是用来相当于就是，试一试他的反应，还是真的你有这个方面的一些这个要求？我是真实这是，其实这方面呢，当然如果站在女家长的角度，可能这种方法是可以两全其美。但是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其实好像感觉跟父母之间为什么不能在一起呢？为什么隔一座墙呢？现在我住的那套房子，我之所以买那么大，大概就有200多个平方，其实都是像四代同堂，都可以大家住在一起那种其乐融融的感觉。包括现在卧室，我是把最大的卧室让给父母住。其实说实话哈，我觉得倒是没啥子大的问题啊，因为我也能够理解事业心的男人哈。其实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如果哈以后我们在相处的过程当中，这些问题其实都可以，就是说大家一起商量的。其实他，我刚刚跟那个谭总哈，跟男嘉宾聊了一下。现在你也自己主动的提出来，就说明这一个问题这一点确实是你们双方都意识到的，可能有一些矛盾的地方，是吧？我现在想问一下你的态度，好，你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我的态度哈，我的态度就是，我觉得首先哈，肯定他的就是孝敬父母，那么非要住到一起的话，我是不同意的，不同意的，不同意的。那些也算是我的过去的一种证件证明，当然过去不等于未来，是吧？他是一个有故事的男人，而且我也觉得他能很能够吃苦耐劳，有机会会共同分享敲钟的那一刻。基本的做媳妇的一个要素。看到男嘉宾的亲友团，我算是明白了，男嘉宾那一套根深蒂固的家族观念是从哪得来的。来，欢迎大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来搜索我的微信公众号广电都市传媒，大家只要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呢，就可以来报名参加我们的节目了。同时呢，我们还会定期在平台上呢发布优质的会员资料和节目公告，所以大家赶紧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吧。广电都市传媒祝您早结良缘。男女嘉宾在意的都是是否和父母同住这一问题，这显然成为两个必须面对的一个矛盾。那么他们的亲友团又有何建议呢？我还是赞同我哥儿说的那种，跟父母住在一起，毕竟一个家庭是吧，比较和谐的住在一起。你现在的情况是？我现在的情况是父母住在一起，老婆去住在一起。老婆跟父母都住在一起。跟父母还是要住在一起，为啥呢？这主要是体现了一个，一个对一个媳妇来说的话，你对处理这个父母关系都处理不好。如果这个关系处理不好，就是一个原则问题。处理不好的话，其他事儿都，我们怎么来看呢？是吧？你怎么来做人做事？那看来这个谭家三兄弟对这个问题看法都比较一致，都觉得这个跟父母同住，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而且按照这个，这个谭老师的说法的话呢，它是一个最基本的做媳妇儿的一个要素。看到男嘉宾的亲友团，我算是明白了。男嘉宾那一套根深蒂固的家族观念是从哪得来的？我只能说，应该很庆幸你们的亲友团们也都找到了自己的另一半，而且过着幸福的生活。因为在现代社会，真的很难找到能够认同你们这个家族观念的女性。这种所谓的传统，其实是建立在封建的传统的基础上，它要求女性牺牲自我，极大的付出才能够成就这样的家族。对于原生家庭和小家庭应该各自独立的现代生活的观念，男嘉宾和他的亲友其实都非常难以接受。谭家三兄弟的意见一口坚定，一定要和父母住。那么女嘉宾的亲友团又是怎么认为的呢？今天这个小朱老师也来了啊，刚介绍到说已经成家了是吧？对对对，你是过来人了，我明问一下你对于这件事情的看法。
你现在自己的情况是有没有跟公公婆婆住在一起？我现在的话，我们都是和我自己妈妈住在一起的。哦，您是跟自己父母住在一起的啊？他是给我带小孩。其实作为老年人来说，他可能也不太愿意和我们住在一起，也比较喜欢自己那种独立的生活方式。作为我们的话，我也比较赞成我朋友这种想法，就是尽量不住在一起，哪怕是一个单元或者是一个小区都可以。那问题来了，如果这样子的啊，如果你碰到一个这个男士啊，各方面条件都不错，其实呢你也愿意跟他多接触一下啊，比较紧迫吧这个事情啊，那这个时候如果对方提出来说，我必须要你跟我的父母住在一起，这个是我们现在最大的矛盾，或者是说你要同意跟我们父母住在一起，我们就可以在一起，如果不同意的话，我们就不能在一起，你会怎么办呢？有的时候如果我确实比较在意男方的话，我可能还是会让步吧。那么我们可以折中，因为我的就是我所谓的商量哈，比如说就住在一起这个问题是可以折中的。比如说呢？比如说哈，如果大家一起奋斗努力有这个条件，那么我们可以就近再购置一套房子啊。两套房。哎，对对对。抗个距离。在经过双方亲友团的建议后，女嘉宾强调了理解与可否两人想法折中。那么究竟矛盾能否改善？谭先生主动提出让女嘉宾进一步了解自己的过去与未来的打算。这些是我以前过去在广东、北京、上海做策划的时候的一些照片，给一些明星名人啊、一些企业家，都像那个著名歌星牵挂李林时，高林生，可能那些都是比较老一点的那种歌手了，包括像朱明英啦，那些都全部组织到广东做了很多一些演出，还有搞策划的那些，还有像那些企业家，以前都跟他们有所接触。其实有句话，我原来在上面本来想写一句话，就是要想成为什么的呢，你都和什么人在一起。啊，这是我一直所追寻的一个方向。我原来的名字叫谭俊熙。有一点韩国的味道，因为我很喜欢那个名字，所以现在为了体现企业的真实性，为了创业过后，所以按照身份证的名字来进行对外，所以我觉得那些也算是我的过去的一种证件证明，当然过去不等于未来，是吧？希望接下来能够做得更好更优秀。好，这边呢是我们的一个初步的一个思考和项目，因为我们现在做了个项目，目前的一个整个定位，把重新立足过后，我们再面向全国的这样一个想法，好，最后要通过不断的巩固市场，把管理标准、推广、宣传各方面做到一个相对比较一个高的状态。我们的一个目标是想做成一个上市品牌，希望在短短的15年时间，能够实现我这样一个梦想，也就是在2020年的时候，能将这个梦想能够实现，是我这一辈子应该就是所追寻的一种方向。如果有机会可以共同来分享敲钟的那一刻，是吧？看吧，我们的男嘉宾又在晒他的泡菜坛了。看到这里我的心情已经跟节目开始的时候完全不同了。男嘉宾现在呈现出的一种状态就是他的生活其实主要就是事业、父母、工作和亲情，但实际上给予爱情、给予婚姻、给予女性的那一部分是极少极少的。也许这符合70年前的男性的家族的观念，但是他已经不符合现代人的观念了。不过刚才哈，我看了他那个照片墙，我觉得他是一个有故事的男人，而且我也觉得他很能够吃苦耐劳，而且非常有上进心、有事业心。我们啊也有一些，有说矛盾点，但我也希望就是说，他如果哈能够在这方面，能够妥协一点点，做一点点让步哈，那当然就更好了。睡觉就笑。其实通过几次那种接触下来，整体对女嘉宾的感觉呢，总体来讲还是很不错的。如果说他那边呢能够做一些退步，其实我也可以让一步，大家让一步海阔天空嘛，也许能够让得越远，让得越多，彼此走得越近。岁月轻狂。
到了我们的男女嘉宾呢要做最后选择的这样的一个时候了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手上有两颗红心啊，我会分别的交给我们的男女嘉宾，他们在经过思考考虑之后啊，如果说愿意和对方进一步的接触交往的话，那么他们就会把这个红心啊贴在我身后这一个缘字上面啊，这也是一个有缘分的地方，我们也希望他们的缘分能够从这里开始。当然今天的男女嘉宾他们能不能够克服他们在啊交流聊天的过程当中遇到的这些困难，最终选择到一起呢，我们拭目以待。但凡是大家有缘分都可能会擦肩而过。成就了，成就了啊，快吃饭。心里的感觉应该会是他吧，感觉还不错。他是个三十岁至今还没有结婚的女人，她笑脸中眼旁已有几道波纹。父母亲呢都是从小在农村这样子出来，他必须跟着我。非要住在一起的话，我是不同意的。大漠是不是一个人的生活比两个人更快活？我喜欢三十岁女人。说真的，我觉得女嘉宾在整个相亲的过程当中展示了她作为一个老师的素质和修养，温柔大方。我希望在电视机前的男性观众们飞凤凰男的那一波能够联系我们的栏目组与我们的女嘉宾再次相亲。虽然失败了，但是我认为我坚持的还是坚持我的原则，因为父母生了我不容易，我剩下能给予他们的东西就是多陪伴他们，所以这一点呢我认为是我一直会坚持下去的。所以接下来如果说电视机前的美女们如果说觉得对这些方面不介意，喜欢上那一块，完了可以下来，我们通过一些渠道可以加强沟通和联系。我其实想给男嘉宾一个建议，这样的你，处于创业阶段的你，不如专注于事业，先不忙考虑婚姻的事情。也许有一天等到你真正的功成名就了，你能够放松你自己，能够放弃一些观念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反而能找到一个合你心意的伴侣。虽然呢今天我们两位没有牵手成功啊，不过呢两位还将会获得的是由香港周至福珠宝为我们的男女嘉宾送出的珠宝代金券各一张。同时呢我们也感谢奶牛梦工厂为我们的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啊，我们男女嘉宾呢都将会获得奶牛梦工厂牛奶一提啊。来，谭总，彤彤啊，好，大家多喝牛奶，身体健康啊，这样才能够早日找到缘分。来，欢迎大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电都市传媒，大家只要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呢就可以来报名参加我们的节目了。同时呢我们还会定期在平台上呢发布优质的会员资料和节目公告，所以大家赶紧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吧。广电都市传媒祝您早结良缘。前两轮在室外的环节可以说是炙热无比，那么现在就是寒气逼人。经过三个多月的策划和筹备，都市频道凡人有喜节目组举办的稳稳的幸福创意大赛如期在南岸区美星洋人街举行。栏目组给嘉宾们提供了一个表达爱的平台，同时还特意设置了惊喜大奖。一等奖奖品为价值5000元周至福钻戒加价值1000元进口红酒以及价值400元的洋人街海底世界门票5张。二等奖奖品为价值1500元周至福翡翠吊坠加价值1000元进口红酒以及价值400元的洋人街海底世界门票5张。三等奖奖品为价值800元周至福黄金香芋吊坠加价值500元进口红酒以及价值400元的洋人街海底世界门票5张。凡是参与我们活动的嘉宾都可以获得由美星洋人街提供的参与奖，价值160元的海底世界的门票2张。十对情侣纷纷穿上羽绒服走进场馆。
道冰火两重天的环境下，他们会有怎样的表现呢？在这里呢，我们就要来考验我们的这个晋级的情侣啊，他们是不是敢为了爱不顾一切，哪怕是在零下几十度的环境下面，能不能为了爱守住自己的这个女朋友啊？能不能为了爱坚持啊？这个拥抱和亲吻。第三环节，爱的温度。游戏规则：男生公主抱起女生，看谁坚持越久，只留下七对情侣。三、二、一，开始！来了，给你看一下啊！加油！这个环节除了考验男生的体力之外，更考验的是两人爱的程度。在这样寒冷的环境下，情侣双方都静止下来。随着时间的延长，两人的体温会越来越低。这个时候就必须情侣双方利用两人的体温来保暖。还有人接吻，摄像机一来，还有人接吻，好赞哦！真的爱啊！我这种单身狗怎么办？你看，还有人穿短裤啊！还能坚持、啊？哎，第我们第一队中了，第一队掉落地的选手，我的话都说不清楚了。没关系，我怎么平时真的没有发觉这些男嘉宾有这么的给力，得到了关键时刻没有一个人肯松手。各位男士啊，身体虽然很重要，不过身体更重要啊，实在撑不住了咱就认输好不好？我真的体感受到这个爱情的伟大，这我们一定要掉下来了呀。有多冷？对，零下多少度？他们的内心是火热的啊！这边，我估计我要网劝劝他们吧啊！大哥，我说哈，我觉得啊，就是我们在所有选手里面其实已经挺不容易了，因为我们从我们的节目里面找到真爱了。然后哇，我看着呢，这个也许他们要成熟一点，您是年龄应该是比较偏大一点的，要不咱就放弃了吗？能放弃吗？肯定要是媳妇儿说了不放弃，我估计可能男嘉宾就是不会放弃的。你继续要坚持吗？要坚持吗？不坚持了。为什么？哎，体力跟不上了。啊，没事，留着男朋友，留着老公，晚上回去还要做饭洗衣服呢。对，跟他说什么？打死都不放手。打死都不放手。你可冷死我们，你们也不放手。可是你有没有考虑过，就是你男朋友体力跟不上怎么办？他不放手，明天都拿结婚证。他不放手，明天就结婚，是不是？来，坚决不能放手。我估计第三组马上就要成出来了啊！第三个名额就要出来了。这是什么情况？这个都拿膝盖在顶着了。明显是最后的挣扎了，已经。就是你看他的那个鼻涕都已经冷出来了，鼻涕都已经结成冰了。哎呦喂！最终三对情侣落败，剩下的七对进入下一轮争夺第三名的名额。第四环节，爱的力量。游戏规则：男生抱起或背起女生下蹲，两两一组进行 PK， 速度快的一队获得胜利。 Ready go， 来，三二一，开始，十秒一，二注意安全，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赶紧起！哦，获胜！这边，停嘴！七分，看到了没有？人家是把衣服脱下来了，太拼了！然后恭喜你们获胜。我们这边的这一组选手，来，美女啊，走到现在这一步了哈，还是很不容易哈，在里面冷了这么久，冻了这么久，虽然就慢了一点点，不过没有关系，你们依然是我们的第三名。能走到第三名，我已经觉得很不容易了。辛苦了，毛毛。还是有点遗憾，再努力一点，应该还可以更进一步的。没啥子，没关系，已经可以了。Ready go， 准备好了吗？好，三二一，开始。来，数数，一。三、二、三、四、五、六、加油！七、八、十、九，好，我们这一次获胜。只有九个，你们只做了九个，只说了九个。好，不担心，他们已经获胜了。因为他就是腰，就之前腰部有那个受伤，然后所以就是在最后十进七的时候，然后坚持，然后我觉得特别不容易，然后也特别的感动，然后感谢凡人游戏，然后让我们就更
更相爱。谢谢。Ready, go！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接吻，啊，开始！哇，好棒，好棒，好上了！大家快，赶紧把衣服穿上，赶紧把衣服穿上。然后这个活动啊，也让我们更加的默契了，更增加我们两个人的感情了。这个活动确实很有意义。剩下的三对情侣顺利进入最终的决赛环节，下一个环节我们将到达一个浪漫而温馨的环境进行，他们又会有怎样的表现呢？期待下明天的节目吧。他硕士毕业，事业单位任职，来到重庆西南政法大学读了3年的研究生，进入一家事业单位上班，在家养伤，也不忘解决个人问题。现在我就是希望能够在家安心休养，就要患难见真情嘛，我是说，找到一个会体贴啊、会关心人的一个女孩。女嘉宾愤然离场，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怎么突然一下就走了呢？我觉得那个男嘉宾他不喜欢我，我还是走了吧。都很少看，我就一直在看你，我觉得他喜欢的是你。这个只是因为工作的原因，他不是对你有什么。男嘉宾态度骤变，又有何隐情？然后他先来采访一下你，你看可不可以？就你来采访呗，就完全是设了陷阱让我说话。后来我的内心也发生了很大的一个转变，慢慢让我觉得你是我喜欢的那种类型。凡人有喜之硕士男带伤狂追女神，下期为您精彩呈现。2015都市频道，幸福着在一起。